得很有感觉，是因为，我的这一次专辑里面，新专辑里面也有类似情绪的歌。做专辑啊，然后逼自己太忙了，希望自己健康啊，然后安稳。好，从来没有一起演出过。那我觉得在今年我就想尝试一些不一样的机会，然后不一样的尝试，我觉得就直接问他说，哎，其实有演唱会要来吗？他说哦，够 OK 啊，真的，谢谢啊，哦，很会唱，然后有自己的主见，然后原来我喜欢有主见的女孩子，然后有自己的事业，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然后不会就是 OK 随波逐流吗，还是这种，对，我喜欢可以一起沟通事情的人，这样子。对，丽姐不会。丽姐，帮我先叫车。每次见到我要凑一个人。而且你现在算事业有成，反正算不。我也要忍。对，大家一起忍。一起忍。对，完蛋了，对不起。他自己看吗？没关系，不是也没关系。不是，就说不是吧？我知道。做你的太阳耶！别的真好。没有，我觉得他染这颗头。很好看，他间接的夸奖我，所以我是他的菜。哎呦，又来了，乱讲。不错，他就说只有你的发型。对，只有发型是他的菜，发色是他的菜。对，发色只有发色。